百余套正宗少林功夫套路任您挑选，欢迎学习交流。开封少林寺武术院函授班、念授班教授内容：一、拳术基本功部分。少林24路弹腿，少林寺末代武僧教头德根大师亲传。 少林弹腿门十二路弹腿，北京万顺镖局韩玉春谭书志镖师亲传。十六弹腿对练，十路弹腿对打，功力十路弹腿，五趟弹腿是拳。少林木人桩，三十二和尚法，二十四套打法，十五合里外横套，铁腿功练法，铁扫帚练法。 十三腿无低下的地定，铁布山岳六十，铁头功练法，达摩应气功五段易筋经排打法，易筋经脊髓经等少林内功练法。少林十大名拳，一路长眉罗汉，二路伏虎罗汉，三路吉罗汉，四路怒罗汉。 五路坠罗汉，心意罗汉。少林真传一路心意拳，吴山林大师传授。少林寺二路心意拳，少林寺行下大师传授。少林寺宋代三路心意拳，少林永文整理。心意54散手对打。少林月传心意拳。 少林贾寨心意拳，心意虎拳。三陆河拳，少林寺壁画上的耳把陆河拳，少林寺西院摇手陆河拳。嘿嘿嘿。 少林寺南院陆河拳，少林寺南院开手陆河拳，四通臂拳，少林寺一路通臂拳，二路通臂拳，三路通臂拳。 少林寺心意通臂拳，少林十式通臂散手，二十四式打法。少林十式一路通臂圆拳，二路通臂圆拳。五，朝阳拳。 少林寺一路观潮拳，少林寺一路朝阳拳，二路朝阳拳，三路朝阳拳。 六，少林红拳。 少林寺小红拳，少林寺一路大红拳，少林寺二路大红拳。 少林寺三路大红拳，七梅花拳，少林大梅花拳，少林寺小梅花拳，少林寺梅花五步桩对练。
少林寺一路炮拳，少林寺二路炮拳，少林寺三路炮拳，少林寺新义炮拳套把一路、二路、三路，十五合里外横炮队列，十五合里外横炮对打，少林二十四炮对练，五虎八炮七十二散手，脚猴拳，少林一路猴拳，二路猴拳，少林大龙拳石，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，称为龙的传人。少林龙拳，少林青龙出海拳，青龙出海，少林青龙入海拳，青翼拳派中的少林平翼龙拳，少林龙拳。由少林永文和原河南省国术馆副馆长徐文炳老先生。少林寺十大名棍：一、少林夜叉棍，大夜叉一路，大夜叉二路，小夜叉一路，小夜叉二路，小夜叉五路。二、少林阴手棍一路，少林阴手棍二路，少林陆河阴手棍三路，少林齐眉棍，少林十八点眉齐棍，少林陆河齐眉棍。三、少林风火棍，少林风火棍一路，少林风火棍二路。四、少林岳家棍，五、少林盘龙棍，少林一路盘龙棍，少林二路盘龙棍，六、少林陆河棍，单练陆河棍，对练陆河棍，单练陆河棍，对练陆河棍，少林寺西院陆河棍，少林寺南七、少林猿猴棒，少林一路大圣行者棍，少林二路大圣行者棍，八、少林梅花棍，少林小梅花棍，男子弟子少林拳长期间的比赛。九、少林五虎群羊棍，十、少林二十四式破枪棍，
本院正在向国内外招生，欢迎热爱少林功夫的有缘弟子。